你说我像不像这颗氧花，又细弱又不起眼。我这一辈子就只得四个字，无人问津。我也要像牡丹一样，就坐人群中最耀眼的那一个。我对你的心你应该知晓吧，你的心究竟是什么做的？为什么我怎么努力也摸不透你？我没有心。姓薛又如何？在父亲和姑母眼中，我不过是一颗棋子，不用了，随时便可丢弃。你有没有哪怕只是一点点喜欢过我？曾经有一个人，他说他爱我。人啊，明明有两只眼睛，却偏偏只能往一处看。你是想要治我，还是治我的脸？可是我不想跟其他魏忠一样死得无声无息，只变成一个被划掉的符号。你我之间已无话可说。公主殿下高高在上，又怎会知为人臣、为人奴的难处？借一介庶女不过是想在这乱世之中活下去罢了，求生之地难道还分高贵和下贱？我若怕死，便不会来此。郡卿是你说过愿为我舍弃生命，此刻我便如你所愿。那我呢？几百年的相伴，我又算什么？你对我从头到尾就是利用，对不对？你就是想我脏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你不要去告诉我为什么？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不能看我一眼呢？收手！把宠爱现在收手！若能不下贱，谁不想有尊严的活着？